手看，拍一下手，下面的手拉在这个杆上，上面的手在这儿，这个位置，然后侧面看过去，别进了。这是我们的造型，这都没什么问题。好，然后下面的我们注意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这儿有一个大厅，哦，一个大厅，这个要上一下到位，啪一下到位，然后慢慢往下落，再四拍慢慢转到你最漂亮的位置，然后是一二三四，啪。要到位，要到这个动作，到位，然后拉，然后慢慢拉，这个没什么问题。拉到后面以后，我们要第二句起的时候，一定要有一个哒，哎呦，有一个哒，然后走，这不要太低，看上去就像太阳来的方向，看过去这是代表的岁月，然后慢慢，好像岁月要流逝了，我们很胖了。然后啪，沿三角猛的一下转方向，这个地方，然后下来，我们要转身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拿扇子，转身，慢慢沿出去，后面没啥问题这一段啊。然后呢，然后我说最后这个。到这儿，这个地方扇子从这儿滑、沉、提、画眉，再到腮。好，然后我要说转捏扇子了。这个时候扇子下来，手看同时走，再到后面没啥问题。然后再到后面这个，就是我们到这里以后，我们是慢慢落，还是看着斜前方的落。一个是手要高，手不要到这儿，不好看，手要高一些，到这儿，然后慢慢落，抽扇子，夹住之后，这个不痒是吧？啊，不痒，身体不痒，不太痒，只有一个熊腰，但是不是往后痒，不痒。然后到这儿以后，我们这只手起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向外看，不能向斜前方看。下面从胸口这掏出来，搭出去，再看出去，起，搭，绕到这儿的起。好，那下面这个地方。没什么了，一二三，二三三，二三四，二三五，二三，这块没啥，这块就大家动作要熟，要上，特别是这个地方，特别是，我说一下这儿吧，到这儿了以后是一二三四，就是要注意是三四五六七，这是连着的，所以这地方等于是，一二三四五，这个一串一定要连住，然后这儿慢慢起。一二，这个脚和手，一二同时落，然后靠，看靠的同时你怎么跑，好看，靠完了你看你的脸，眼睛要看观众走，看一二又回来，然后从底下三，所以大家不能这样拉成这个就不好看了，有个远近区别，三。然后合脚，四的，这样没问题，拉出去哈。拉出去完了以后，我们要回的时候，先上这只手，先回，再缩腿缩脚，立走，这儿。在音乐最后，如果没有音乐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定了，然后就在这等，没停拍，刚好是让人家静静看着你在拉的时候，岁月又来歌声起我们，
一个手向上，一个手向下交错，好像在你跟前，你要打开它，然后回起，回起，再拉，回去看回来，好，然后是起腿，要有一个起腿落，再打开，然后走，拉回倒，好，然后再，然后再走，好，然后落起，这个完了以后，我们要做的是要一定要，这时候两个重心在两个腿上，我们要换到左，换到左边的腿上，你才能扫，看，扫，这才能扫开，扫，哎，是扫了，扫完了以后，掏，我看啊，这个扫，哦，我这样，你看，到这里以后，我们是换到那条腿上，扫开，要平着。平的扫，但是扫的时候你要有一个这个回的这个感觉，要有一个扫落起带，然后落回单提，提的时候要留头，提的时候留头，把就这点细节。